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很紧张，我是认真的。哦，那要唱歌给你听。我不想听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小时候讲了。部队起床。干什么啦？这个月不是要参加走动奖和金课奖吗？对呀、啊。在这边怠惰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好吗？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？滚！再这样下去就会变红毯老太婆了。我哪跟红毯老太婆？我刚去健身呢，你怎么看看你自己？你是老 Coco， 我手机不成问题啊？你看我这么年轻老太婆吗？我们今天帮你准备一个整形状态。我觉得我长得很漂亮啊，那你说说看，我长得不漂亮吗？过来。我觉得不好说，怪，很怪。你为什么说我不漂亮？你觉得哪里有问题？你讲啊。你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调整。哪些？是我的会阴部吗？不要自己乱爆料。好了，你们要干嘛啦？我帮你准备了一个转盘。你为什么转盘？我只看到栗子，栗子你在做什么？哎，医美转盘。医美转盘。你们很无聊哎、欸。一堆东西就在这还没整理，然后弄什么医美转盘，转到哪整到哪哦。这个礼拜就要去金课讲，然后事不宜迟。可是礼拜四哎耶，如果礼拜六你现在整形要修复期怎么办？你疯了吗？你这个还有个隆乳是啥小？隆乳你觉得两天都可以去怎么金课讲？你要不要再加个抽脂啊？好了，来转转。还有一个削骨，削骨是什么离谱哎？我打死也不削骨。不行，转啊转啊。那我要转喽。栗子你干嘛？哦，这什么栗子不要动！你拿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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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尺！栗子不要，栗子！哎、欸，好痛的！栗子啊！哎呦！我翻，那我要转喽。哦，是电波啊！我不要了，那很痛，我不行了，电波打完都会肿。好啦，那我们要开始安排，时间不多。是电波，等一下，电波是什么东西？它电波是电波是干嘛的？不知道，你有没有认识的医生啊？那我先找找看，但因为我超怕痛的，是第一个。然后第二个，我现在礼拜四、礼拜六就要去典礼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接受什么恢复期，或是肿痛，或是红肿。那我现在就能打电话到这个医院去预约电波。你要用电话，我以为要手机。电话，喂。对，整形医院，是的，我要想说预约一个电波，现在2点钟，大概4点可以吗？啊，哎，我姓林，对，林小姐，4点，一位，那个不会痛吧 ？OK， 好，我马上到哦，谢谢你，等我们，拜拜。真的有，好扯哦。他现在就可以过去用了。对，因为网络上面找到这间密斯欧尼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出门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出门。OK， 好。一下就来了，没错，看订一个电话就立刻有这种服务，心思常来哈、哦。我这个是很会美容的这个女神，当然我会知道哪里有最好的电波了。Hello， 哎，是我吗？是我本人呢？哦，因为他们有彩蝶音波，我是他们去年的这个代言人。哎呦，好大、啊！所以说，为什么我知道音波？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是最好的音波，所以我当然知道哪里有，好吗？专业的。哦，好开心哦！我们来到了密斯欧尼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刚刚我是在最紧急的时刻委托到的池医生。哎呦，我时间很赶啊，来什么？太赶了吗？需要怎么帮你呢？对，金课讲师在这个礼拜六，那还有这个走中讲师在这个月底的时候，你觉得我应该很 OK 吧？我看你的丑八怪还 OK 了吧？其实你真的是还保养的不错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觉得这种，我真的是欧巴上吗？没有，这什么可是？可是我们可以去做保养的动作。因为我刚刚我们转那个转盘，其实是转到的是电波，但我们也不太了解这种东西到底市面上的效果是什么，那会有什么样的作用？其实电波呢，它主要是会帮你的皮肤做拉紧紧致的这个动作，让你的肉稍微是把它往里面缩进去。现在电波是可以帮你做动力的动作，主要打进去之后是打你的表皮上面，让你的一些胶原蛋白可以再增生。所以有可能就是100岁的阿嬷，然后她打完就变成50岁。100岁的阿嬷还能来这边打的话，我其实也是觉得她很厉害的。男生也应该可以吧？你当然可以吧？其实我还没有打。你还没有打啊？对，其实我们现在刚好进从韩国最出名的一个叫做 Origio， 对，我们可以用这个电波来帮你做一些保养的动作。哦、是金素妍，她
这个探头就是电波的探头，不是吗？对，基本上它现在在韩国是非常的红，上大概两年不到，其实已经卖到大概1000多台了。那是在为什么它很红这一台？它是韩国制的，设计的话是以我们东方人的皮肤去做着想。对，因为外国人的皮肤其实跟我们的皮肤不一样，容忍度不一样。这个电波一打完的时候，其实会有一个紧致的一个感觉。马上对，马上可以感觉到，对，真的吗？那么厉害，当下会有紧致的感觉。那医生，你看一下我状况，我什么问题吗？我觉得自认为应该没什么状况。好，我帮你说，胸部也大，呀，屁股也大。其实你现在的问题就是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我怎么了？这个年纪大的话，其实就是会稍微有一点双下巴出来。这不是房地产吗？房地产，这不代表我房地产的意思吗？打的话，其实是你的线条会比较紧致一点，会比较明显出来。我会问建议是这一块。莫文、啊、不是莫文，我没有我还没有说我有莫文，我讲莫文，我根本没有我讲的是这个两个字，嘴边肉，我怎么会有莫文啊？那我今天这样治疗啊，保养完啊，就会感受到很明显的效果，对吧？1到3个月之后，我们的胶原蛋白会开始增生出来，我的皮肤会看得比较润一点。谢谢你今天来拯救我，但是我也很害怕对这个电波有很不好的影响，就好像会烧伤，而且我看新闻上有人打完就开始起水泡。所以这台机器它主要四阶段的一个冷却系统，那在你打针的时候，它会去打前、打中跟打后，有四段的冷媒，就确保你皮肤不会烫伤。然后它探头呢，也会去侦测你当下皮肤的一个热度，太热的话它就会说不能打。对，就是它会看到每个人的皮肤的保热度，就对。对，它会测一个电阻，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非侵入性的一个治疗，不会有什么修复性。那如果礼拜六有活动的话，一定也是也去吧。这个是可以化妆的吗？这个可以化妆，主要的话你就是先用一些比较温和、没有一些刺激性的东西去把保底保养之后，你就可以上妆。那大概1到3个月，它的胶原蛋白开始增生之后，你的皮肤越来越好。那这个效果大概可以维持1年到2年。它可以到1年1-2年哦，对，那算很久哎。对啊。我要冻龄。我也想帮你冻龄。那你帮我冻好吗？没有问题。我要看起来像个13岁之类的，可以吧？应该不难吧？不可能。叮你，我要变这样了。我原本是这样，我现在变成这样。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回天乏术啊！那法令纹这些都可以往上提吧？可以。那我就要这个，那你帮我打多发一点。好。我不能烧烫伤，不能红肿，不能我不能修复期。嘿，我看起来比你年轻了。刚刚卸完妆，我也是非常期待看看这个到底有没有这么厉害。这个蛮期待他这个感受，你在这里面，我来体验一下。哎，有一次柴犬呢，你要抱吗？你看它是全新的探头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每个人都是用全新的探头吗？当然了。那我们这边要打多少？980。不用打那么多，它这个我有觉得好的地方是说它可以去调发数这样子。那你觉得我今天要打几发？告诉我。因为以你这么完美的皮肤跟状态，其实我们做保养大概600发就好。那这个还剩下300发，要给谁打？给你打。你们是发散。我们身上金属品有拿掉吗？金属品？对，金属。等一下，我这边有一个金属，它就是你身上任何金属的时候你都不可以打，所以呢，我这边有一个金属。我就是给他看我内裤一样，你确定不会痛？因为我真的超怕痛的。我就连加这个小指甲，你们看一下我的小指甲，现在变成这样子。你知道这小指甲是我们已经大概1-2个月不敢把它拔掉。这个齿医师他是外科医生，他等下帮我全身舒眠麻醉才帮我拔掉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。所以 Miss Oni 还有很专业的外科医生哦，大家可以放心哦。要贴贴导电哦。对啊。还要帮我贴背，一定很冰。OK 吗？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很紧张，我是认真的。那要唱歌给你听。我不想听哦，我没有办法，我认真会怕痛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超怕痛的。好好，我听。你我听，你闭眼睛就不知道了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觉得我还是直接麻醉好了。我跟你讲，医生，我全世界是我最怕痛。我觉得我可以去比赛。我也相信你。我想知道他到底会多痛，你就老实告诉我，不能跟我讲不痛。我想知道他的测的话，测一，相信第一发不会痛。哦，好，你现在打几发？好，停，没有，停，现在多几发，现在几发了？当然是测而已啊，你有痛吗？没感觉，真的。我确定这不会烫伤。OK, 1, 2, 3. 不动哦，不动。
好，先这样啊，我觉得很温热。对，就这样，对，就这样而已、啊，就这样，一发了，一发了，一秒都不到。OK， 好，开始。Very good， 好不好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，一定的，慢慢来哈，开始了哈。是不痛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是第三发了，而且我们已经快八发了。有不舒服吗？还好吧，热热的。还 OK 吧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痛。你都可以的，谁不行？想着金素妍。我干嘛想一个女的？那你喜欢什么男的？好，来讲几个。等一下，会痛吗？还好。哦，好，不会。等一下，木偶文，拜拜。等一下，木偶文，就目前还可以接受。因为我们没有上麻药。因为对，现在没上麻药，没什么，不会痛感，那也不会有那种皮肉很不舒服的感觉。我要我的嘴边肉上去，然后我要的法令纹弄掉，然后我要我的下颚线明显。谢谢，我撑过一百发了，谢谢大家。如果差很多哎，我跟你讲，有差耶，真的有差。哦，我很喜欢呢。那我等一下还要加强一下，但是就是我大概3.5，然后下面就是再低一点。对。我们现在要来拔指甲。一月十八。它是蛋白质。没有啊，先起来。医生，你会处理吗？医生，我真的很担心，真的，真的。那是要帮我先放个音乐。我听一支就好了，我听一支，我要注意外面的世界。之前问他他在哪里，他跟我说他在杜拜。所以今天会到哪里呢 ？Kik， 他会伸缩，一放大就有小，放大就有小。果然用打的是最快，拜托水率最快，我是很费训练的，而且我只在合法的这种诊所，我才会做这件事，我是良好公民，拜托。Oh my god！ 可以撑好久。对啊。你进步了。你看梦怎么拍的，就是。好，好。我想吃这样吗？哎，在那里，那个真的留下来。我脸 OK 吗？很漂亮。还好什么电波可以的？没有，这最新的。我脸有最怎么样？很厉害啊！有我这样一摸，觉得小很多哎。哇。尖尖哦，我觉得这个电波真的超棒的，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，而且不痛、快速、马上见效，还可以支撑维持非常久，大家来 miss 你哦。